二姑娘，既然来到了这花满楼，就没必要装了吧？周先生如此霸道，怕是不妥吧？要想做这件事儿，也得看看先生有没有魅力。看来主角要出场了。我要为大家隆重的介绍我的新婚妻子，我的一生挚爱林宝儿小姐。我说这一次你还满意吗？你都宣称我是你的未婚妻了，我对你的事情感兴趣很正常啊。其实我是想和你做笔交易。既然要做我们朱家的儿媳妇儿，给我这个做婆婆的敬杯茶也是应该的吧？这个茶杯啊，是朱家祖传的，别弄碎了。但朱某不知林小姐是何时与我家犬子相识的。林宝儿，你究竟想要做什么？规矩我懂，不过这次我不是让你查消息，而是让你散消息。那帮我盯一个人，你交给我吧，包你赔。林宝儿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动林宝儿一根手指头，我饶不了你。我想跟窦镇长做笔交易，我想要钱通的货运公司，逢年过节还会另有孝敬。咱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吗？要货运公司我可以给，那就要看林小姐是否愿意和窦某真的坐同一条船了。